是我今天喉咙痛，受不了。对啊，所以就今天又是你的回合了，又是杰克，又是杰克。好嘞，都疼。嗯，都换了。不是其他人没有啊？你知道吗？就是要就我们觉得该训练的，还另一个没来啊，今天请假。他，对啊。就只剩你了。我直接把轻松生存变成轻松话题生存，你知道吗？轻松话题。怎么是好的轻松生存呢？就我们其他人应该很容易都想得到讲什么，可是、嗯，可恶！那个巧克力有那个跑酷训练班，我们这边是话题训练班，对啊。而且这么说，我觉得杰克你应该是最多话题的，你都还有去学校哎、欸。对啊，我学校很废耶。不是、啊，总会有跟同学交流的时候，或者是有趣的事情吧？超少。我跟你讲，在上课好，下课结束。不是啊，你上课下课，你不会去观察每个同学在干嘛吗？我开台了，应该只有你会做呀。开了，只有等到会去做观察人。观察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吗？你说观察同学有没有作弊吗？不是啊，就是看他们平常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啊，然后就稍微记一下哦，这个人可能平常都会怎样啊之类的。哦，同学观察日记，对啊，很好玩哎、欸。然后有时候就是这样观察，然后呢，有时候可能刚好就哎，跟他刚好聊到的时候，就说哎，那你不是那个时候，你不是怎样的时候都会做什么事吗？然后他们突然，你这样他们突然就会说，对啊，他们就说啊，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就说没有，我就说你之前好变态，你之前平常就会这样子啊？他说你也观察太细微了吧？哎，团团，如果你把这个技能用在观察女生的话，你很快就找到对象了。啊，对啊。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自己观察这种东西都很会，但是观察自己的感情生活就很不会。哎，等一下我把他打，不是啊，你又把他打断了，你又把他打破了，你是紧张了。公友，没有，我刚 F 五视角，我 F 五视角在按，这样。应该给大家一个福利，请问熊猫团团喜欢的类型是什么呢？等一下，地图不是黑肉病娇，病娇是杰克吧？等一下，是那个黑肉军阀带一我。等一下，地毯在哪啊？地毯没有啊，没有在我这啊。啊，地毯在上面啊。不在我这呢，不在我这，没有。屋顶上呢？屋顶上。哦，屋顶上，屋顶上。看起来也没有。有啦，有啦，有啦。哦，有一块，有一块，有一块。啊，自己放。哎，要想清楚呢。如果观察这种东西，讲好听点是观察嘛，细微；讲难听点是叫变态。所以就是那个要拿捏啦。我不会去观察什么那个。别人私底下想要干嘛干嘛那种我觉得太可怕了。那哈基今天吃了炒面，但剩了三根这样。哦，太可怕了吧。哦，没有啊，我的观察没有到这么的可细思极恐这么变态。哎呦，还可以观察说，哎，他喜欢平常喜欢喝什么饮料？啊，哪一天突然买一杯饮料给他，请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饮料？当然，我有看你喝什么。哎呦，就是他说好早吧，没有他搞不好就是拿同一个瓶子，然后去装不同的饮料。哎呦，好可怕，恐怖了。好了，上课啦，上课喽。今天一样自由活动，自由活动，耶！所以是下课了吗？我今天下课，我今天我要耍废，我要挖矿，好累哦。校长，请发蜘蛛网。OK， 对，酱油。铁精英铁巨人飞高高，为什么上面有一个飞高高铁巨人？飞高高铁巨人在屏障上。好。完了，就这里，就这里。同时哎，你们怎么这样啊？怎么有人这么破户呢？我跟音乐同时哎，还有两个，你们在？我逃脱了，我逃脱了，哪里？啊，谁？没有吧？这么核心不找话题，还让人出不来？我这酱油卡比较久而已啦。好，再放一个，耶！哇，这是封门吧？封门真的是封门，谁都别想进去，谁都别想。现在可以游泳了吗？看一下，应该可以了，可以了。我看任务重置了。哦，等一下，这 boss 要重新的。好，什么东西？他在我的屋顶，他在弄 boss 的位置。哎，不过其实我有一件事很好奇，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什么忘记了，但是我突然想到观察，刚刚观察，对观察。那如果说你们遇到一个就是你
就是没什么共同话题的人，你们会怎么跟他聊天？还是就不聊了？你是说他来找你搭讪那一种吗？也不是，就是可能、哦啊、今天天气真的很好、欸。对呀、啊，哦，真的，哎、欸，我也很喜欢吃那个炒饭、啊，好爽、啊，不错啊。那他讲完之后，我就会沉默的看着他。真的是，然后就是一脸尴尬。然后我们一群人之中，假设又有两个人，就是他们没有共同话题，可是偏偏剩他们两个人，那你们会怎么聊天？啊，看你想不想跟他聊，不想跟他聊。对啊，那是看重点是看你想不想聊。就是假设，就是假设你要跟他聊，可是你们又没有共同话题，那你会怎么跟他聊天？哦、放弃？这完，你跟我们的完全没有共同话题是，是你有想跟他聊吗？你想吗？啊、你想吗？那就假设你想跟他聊，可是你又没有共同话题。哦，这个这时候就是要破冰的，这个真的是要随便找话题，这是、嗯啊。这时候很加上哦，他会一直拒绝你。这时候只要微笑就好了，不要跟他聊了。他拒绝你，他就不想跟你聊了、啊，那就那就不用没有下去了。母聊卖聊，你有没有听过？他也想跟你聊，可是他就是会拒绝人。那就不要跟他聊了，那你不要跟他聊了，聊不起来就不要聊了嘛。哎呦，没啥好聊的。都最近很尴尬，是我们这有几个朋友，就我有一个完全聊不上来，然后最近就是蛮常剩下我跟他的，然后因为他上班比较忙，然后我就看他忙，我就说蛮晚了，他说对啊。哇，跟我想话题一样的哇。对啊，想话题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很累吗？”还好。哇，直接终止型话题那一种哎。对啊，那这样怎么聊？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那你现在是一直跑外面哦？他说：“对啊。對啊”啊，你跑多远？那么远吗？都你在敷衍人呢、欸。不知道他蛮看起来蛮认真的啦，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那他什么时候会给你助手啊？人家现在是一个人做两个人工作，他就回我不知道。不 care， 我不 care。到底要怎么跟他聊？这种就整个很尴尬。然后有一次我就搭讪，然后我们就在讲说他就说我们真的是没什么共同话题。我心想不是啊，是你不接吧？我的妈呀！他对你没兴趣啦，简单讲，丢了球不接，丢球掉不接，拍掉。他直接把你的球拍走、欸。对啊，他就跟我说他是很想聊天，可是他就是很，他是跟我说他是个很无趣的人，比较木头一点嘛。对啊，那这个时候你就问他出来了。你这时候要问他说，那你生活很无趣，但是你平常都在干嘛之类的、啊，就可以问他说，你无趣是无趣在哪？哎、欸，我跟你讲，我还真的问过、哦。然后呢，他说什么？你平常的日常什么的，他就跟我说，我平常也没什么事啊，就过得都差不多那样，没什么好讲的。他根本不想聊天吧？想跟你聊天呢、啊。而且他不止对我这样，他对朋友他对每个人都这样。我心想，哇，这个人是怎样啊？怎么聊天啊？傻眼，傻眼。对啊，想跟他聊天啊，可是要怎么聊？聊不起来啊。这个就真的是算了吧，放生吧。对啊。可是你好像也没办法哈，他就在你旁边。对啊，所以我就在想，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聊天？可是他感兴趣的东西，就是说真的，我就是不太感兴趣。他喜欢那什么十大金曲呀、啊，什么相声啊。哇哦，那你要跟他聊，蛮厉害的兴趣，我觉得蛮特别的。我就问他说：“你有看动画吗？”没有。他你玩游戏吗？不玩。啊，他玩游戏啊，可是他只打架啊。然后你就跟他讲那个讲游戏的事。假设像打撸好了，你就跟他说，哎、欸，这个英雄怎样的怎样的。然后如果他是他感兴趣的英雄，他就会跟你聊天；不感兴趣的，他就是不知道。那他对什么感兴趣、啊？我都不知道呀。哦，他打哪一路啊？跟他聊。对啊。你说你玩轮椅姐吗？他不打喽，你不要这样，乱讲啦。可是他不打喽，他打的那款游戏我没有打，所以聊不起来。他跟我讲我也不懂，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玩什么游戏。美国他，你第五人格玩哪一路？你鬼啊！你知道第五人格要出七海了吗？
是假的，真的真的啦，哭啊！那他要打咯，枪弹就是枪弹的。他跟第五人那个第五人格跟他们联动了，能过。不是之前就那个了吗？之前是那个、啊、苗木城，对，然后现在是七海。而且你像我们平常不是聊干话，就是这样开玩笑，啊、你知道他。他就说他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聊干话，就可能会跟他讲一些干话。他跟你说他觉得讲这些很没意义。嗯、我觉得想找你聊天才没意义啦。啊、我的天哪，就不要聊了啦。听起来就是他没有想跟你聊的意思啊。对啦，不要聊了啦。他搞不好有个心态，就是说啊，我就是只是想来上班，不想要跟你们。对啊，我以前是这样子哎、欸。是真的会有人会这样想？不是上班啊，真的是朋友。哦，真的是朋友，那朋友那。那绝佳，加赛亚，这个，哇塞，这个是我要怎么跟他聊天啊？我的天哪，我一直在沉思这个问题，我想说，哇，我居然也有聊不起来的一天。欸、这个是你平常会遇到的，是不是？对，我平常现实会遇到的。哦，那真的是没办法，那真的没办法。嗯、我就一直在想，因为会遇到嘛，你又总不能说就是两个人在旁边，然后话都不讲，很尴尬、啊。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嗯、啊，所以我最近就一直在观察怎么跟别人聊天，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够会了，认真。对，你已经很会聊了，只是他更会据点你而已。对，你遇到对手了啦。他真的超会，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玩游戏嘛，像假设我玩那个 LOL， 我就假设我说哦唢呐真难玩，然后他就沉默，我就说唢呐好乱哦，他回我是啊。是啊，不要玩了啦，你就回他，你揉过。要制造更多的话题呀、啊！搞不好他很兴奋哦，真的，对啊，不对耶，啊，要羞哦、欸！我有一个豹子，你知道吗？很深的哦，很狠哦，很需要，很尴尬。他有时候会抛一些东西在我们那个赖群组啊，抛了，可是这种是抛，我就不懂啊，表达什么？像他最近抛了一个什么，我妈很久没打我了，就是一群熊孩子的影片。然后我看到大家都已读他一个小时，害我很尴尬，我就跑去看了。他搞不好觉得那个很好笑，他想跟大家分享。哎、欸，对啊，所以他的笑点跟别人不一样。对啊，他觉得很好笑，他说超好笑，笑死他了。然后我就看了一圈，我没有笑，但是我觉得那些小孩很欠打。我觉得我拳头都硬了，想揍那些小孩。哇，频率也太不对了吧？超不对的。请问他跟你差很多岁吗？不会啊，差不多啊，一样啊。哦，居然。涉略的圈不同了，对，圈子不一样啦。对啊，我就一直在观察，我就最近在观察说，哎，是怎么我平常怎么跟别人，突然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跟别人聊天的，你知道吗？我在他那里被拒绝到，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跟别人聊天的。你还不感恩谢谢我们？我真的是对我真的是开始想奇怪，啊、我你丢什么？他丢丢了没事。纠察队看到了、哦，他丢了马铃薯在我的河里面哦。丢了什么丢了？丢了，可以丢在私有的海域啊。你丢在海龟，我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了。你直接丢在环境的海，你要丢在海龟，海龟等下吃到怎么办？海龟吃了，可以吃马铃薯吧？请保护海龟好吗？白痴哎，没事，用完了吗？还是还没用完？还没用完。没事啊，酱油，你那个啦，你只是碰到魔王等级而已。嗯，对。啊、那请问我该怎么破关呢？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你要不也不用强制自己破关吧，这个还好吧。对啊，这关卡打不了就换另外一关卡、啊。没有，我跟你讲，你真的如果你真的跟他真的没有话题还是怎样，然后他也都这样一直拒点你的话，他在你旁边，那你就滑手机就好了。对，就滑手机就好了。对吧、啊？不然真的也没办法啦，对吧、啊？这就是。先问一下，他那个人是酱油？你真的对他有兴趣吗？还是你只是纯粹觉得在旁边这样？朋友的朋友可以聊聊的，聊一下很尴尬的，普普通通吧，就觉得可以，就觉得可以聊聊天看看，然后就很帅，也没有是个女生。哦，女生不能帅哦，你也可以很帅啊，可以啊，你怎么了？女生也可以很帅啊，是个还不错帅的女生。哦。死了！每日一死，可以玩完。你今天要玩什么的？你是不是在咖
抗议啊，就是在抗议说啊，凭什么你就是不觉得人家帅这样？没有，我每次打、那個、我应该比较帅啊。哦哟，你每次被炸死了，我有很多都爆掉。你上礼拜也是炸死哎、欸。我上一辈也炸死，一模一样的状况啊！对啊，也是陶宇讲话讲到一半，然后都被炸了。没有啊，因为抗友，你知道，我之前有遇到有一些人，他们的说法是说，如果真的没想不到话题，但是硬聊的话，其实他们反而会觉得更尴尬。更尴尬。那都不讲话不尴尬吗？不是、啊，他宁愿都不要讲话，虽然也会尴尬，没错。那如果其实我很好奇这种事发生在朋友还好，那如果发生在男女朋友呢？妈那个的话，就是他们在吵架，就不用理。对啊，对啊，他们在冷战，我就放着就好了。这样有看，嘿，有个东西叫尬聊，就是指这个。就是没话题硬讲死了。对啊，尴尬的聊天啊，其实是这个意思啊，而不是来啊来聊天啊来尬聊啊这样子，不是哦。你知道我之前有人说什么尬聊是只聊得很愉快，我整个傻眼。是吧？尬聊有误解吧？对啊，尬聊，然后就对他的主管说，那个主管问他说，那个新进的那个人你觉得如何？就说那个我跟他尬聊啊，然后就哦，尴尬。那种尬家就是两边话一直来这种啊，我太误会了，误会了。然后就说我主管就一脸哦，好哦，那我再去关心一下，看起来不太合的。我以前真的是以为尬聊是这种，就是因为尬掐嘛，就是尬的一直狂尬这样子，尬狂那些啊，左一句右一句，对啊，笑死。我记得之前也有看过一对情侣，他们也是就是互相喜欢，可以肯定，可是那时候女生就来找我们说，她跟男生没话题。嗯，然后那个男生就是跟我刚刚那个朋友很像，他的喜好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能大家都不怎么感兴趣，像动画啊，他也没兴趣，他看的动画可能是就是大陆那种国漫，就是他完全不看日漫。然后什么就是讲话也没什么太大话题，就是他也不太就是也蛮木头的，不会接女生的话题。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呀？真的，你们平常不讲话的吧？我在想，会不会是那个男方其实觉得根本不会尴尬这样？所以他搞不好觉得还好啊。对啊，男方觉得不讲话很奇怪。对对对对对，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就是两边有误解，彼此不误解，还是他想要去杀哥布林？看那个女生说，他们的平常互动都是开着视讯干自己的事，然后男生去玩男生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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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自己的事。干啥？干啥？小沙，你说干什么？你讲的。我一万个哦。不是男生是假设男生就是打他的 low 啊，然后女生可能就是玩他的剑灵啊，这样。哦，还有人在玩剑灵哦？有啊，拜托，超多了，好不好？好，传传，你到挖矿去，我也要去。好，我觉得搞不好，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我刚刚讲，就是男方可能觉得啊，两个人这样没讲话，其实就不尴尬，因为其实有一个情况是真正很好，或者是一些可能感情到那种可能情侣阶级的是那种完全不讲话也不会尴尬的地步。那我们才刚在一起啊，不是，你就不要管人家。不一定啊，说不定男方觉得这样子很舒适啊，但是就可能其实女方觉得啊，好像有点怪怪的这样。不知道，因为女方上来跟我们讲，是因为男方是一直会先跟朋友玩，然后跟朋友看起来也很风趣的样子，可是跟他说就很沉默都不讲话，然后他就问男生又跟他说，毕竟我们也没有共同话题，然后女生就来说，那为什么要在一起啦？在一起啦，不是很 OK？ 我觉得。谢谢啦。叫男女朋友干嘛？怎么这么不理解？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我就想这个问题，我就说啊，为啥呀？他就说啊，就是互相喜欢，可是又没有话题这样。啊，是喜欢他什么？喜欢他跟你没有话题聊，是不是？没有，搞不好就馋他的颜值。颜值吧，是无法理解。我还没喂动物，动物好像都没给过钻石，是不是啊？啊，真假的？因为我上次其实没跳那个进度啊，感觉钻石也没有给。哦，没事。对，哦，好像两三个礼拜了。我以为只是要结那个，我刚刚才注意到，好像没有给。那下一次修。好，好，那这次有补偿吗？
没有。好啊。找到 bug 的没有补偿啊？没有。我不小心把我的头放在轻松踩上面了啦。拆下来啊！拆下来。拆不好了。拆不下来啊！轻松踩。轻松踩，你怎么？你好会放哦！盔甲，盔甲都上哎、欸！在哪？在哪？啊，在起来了！下来！白痴哦！我没看到。没有，他放在盔甲座上面啦。轻松踩的盔甲座上面。哦。哇，厉害了我！哎，我忘了拿钻石。你要把它穿走，你知道？哎，等一下，为什么我才发现头颅是反的对的吗？对的，有刚刚有人转的。哦。bug 了哦，啊，如果你看到是我的头歪了，不要转它，那是我故意的。没有，你都被转正了。哎、欸，你说的都被转了，那叫玄学。那怎么玄学？你这玄学不是测了三个礼拜了吗？都没中哎、欸。我帮你把那个转、欸、都转几圈。好晕哦、喔，好晕哦、喔，好晕哦、喔，好晕哦、喔！我要吐了，要吐了！对，我应该设计一个指令，就是那边转人家头的时候，那个人会开始晕。哦，那我会疯掉哎、欸！好不必要，好多余的功能、啊。要吐了，要吐了。我觉得这好像不太好，这样的话要是想要搞他，我就疯狂去那边转，只要两个小时。可以啊。太搞笑了，永远是乱的。对啊，你发现你的头也被转，跟你讲。然后就会看到我们所有人都在那边转对方的头。哎呦。哎、欸，对了，杰克，我到了，我刚刚还没讲。哎、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欸，哎、嗯，刚好讲到聊天啊，啊，你们平常啊，要求贵，你们平常平常要求贵，你这么讨厌我们了、啊？你们平常会用赖去主动敲人开杠吗？不会，看对象哎、欸，真的我也不会。我看对象、欸，要看吗？是怎样的情况你们会？我上一次敲人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前，除非我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吃宵夜之类的吧，吃宵夜，很没事干的时候吧，闲得发慌。哦，真的假的？所以酱油是这里面唯一会去敲的。我想说你有梦想吗？你想嘞？可是我会敲，只有大概应该只有两个人吧。我会敲，就是比较好的两个朋友。是哦，哎、欸，不会去给我的。我们不是好朋友，敲不是。那你们平常语音可以聊到啊，可是我敲是那种平常语音聊不到的。哦，完了，我把他踢出 DC 了。就是那种，就是现实很常会见到，可是，然后又比较紧张，比较哎，这是说话的艺术哦。可是平常跟他语音，他都爱跟男朋友嗨的那种。哇，嗨。不爽到中毒，我打不是在闪什么baby之类的吗？没有，你知道不是怎样吗？就是他们在讲说，就是他们玩游戏嘛，就说这个好难打哦，天哪，我怎么会玩这个角色？这角色好烂。然后接着她男朋友就会说，哎，就像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一样啊？我说，哎，你他说他很烂的意思，突然挑逗一下，知道吗？我说，所以你是看上我不好了？哦，没，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看能看上你是我这生的幸福，操，幸福个毛线球啊！在认真吗？不是我，哎，不要传我，没事，我快死了，我差点死。啊！来人啊！护驾！有人快死了！救命啊！他就是一个互相在两小无猜在闹的概念。哦，我真的是谁打眼玩家那时候分手，在那边哭的要死要活，跟我说我都去 GC， 仿佛我们还没分手。请勿欲救人事已非啊！你知道多扯
有吧？我跟你讲，我以前听过有一种分手，就是他分手以后，他会把他以前是阿 C 嘛，他会把阿 C 以前每个房间全部都改成那个改成什么什么什么，只顾于救人是非啊，我还爱你，但你不爱我了呀，我不是分手了。我跟你讲，他就把 G C 房间全部改成那样，那我进去看，我他妈以为我来到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我有这种房。欸、这样第七集他会有很困扰呢、欸，很困扰哎、欸，而且他名字还改成什么以斯什么是什么，就是曾经拥有总比不曾拥有过好，好烦哦，开始现在留下的只剩下飘渺云烟，什么东西？然后我整个就好，但是说好的曾经你怎么不在了？跟我说怎么办？我好难受。圣诞一题，我 PS 一下有没有人打蜘蛛啊？救命啊！没有，我在找有谁在家，我在努力找，好像没人。这个蜘蛛要我命啊！他是不是也失恋了？这里回去哪边？往这个方向，你后面这个方向。要再撑。好，我剩那个两格半了，我要错了。那我比你多一点，我剩两格。好，有没有人要来啊？赚时机会，你们都不来。我们在玩矿啊！你们也失恋了吗？为什么失恋？失恋什么鬼、啊？还没不是脚踏实，不是脚踏实地的在赚钻石啊！我还记得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他真的很难受，他问我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哎，繁星没有在那个，我在。剩酱油在吧？反正要想办法回去补血。嗯，我在找蜂窝。是森影，你回家了吗？我还没，我在地狱的迷失的路上。啊，我找到了最后两块啊！我可以过去找帮酱油了。好，好，我现在我在两格血，我不敢动。我是 TP， 你自己备好了。啊，那边是嘉德路啊，我看一下哦。嗯。啊，你看，应该记得我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我刚有看到啊，可是我知道，我知道在哪里。嗯。被丢到啊！被丢到啊！我丢到啊！我丢到啊！我丢到啊！哎呀呀呀！你们是打哪一只啊？毒蜘蛛吧？蜘蛛。我家狗也认同了。我画面停了。好。我在努力，我在努力。啊不是啊，好透支啊，好透支啊！刚白天打其实很开心，可是酱油需要那边打。哎、欸，先回来回血，我到了。好、啊，我回家，回家，回家，回家！不要偷袭我！好，应该的。耶、yeah! 啊！还好我都可以让他咬很久。又是一条好汉。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啊，好毒，好毒！啊！啊！第二次啦！我躲在旁边僵尸咬。怎么变僵尸啊？哭了。怎么有僵尸？需要更硬的装。不是，对，他扛了很大的伤害，就被僵尸摸一下就死了。对啊，僵尸摸一下。回去吗？赌到最后了吧？应该是我身上这些吧。剩半个。好，再回去找小雨吧。好。啊，回去了，小雨。哦，在往上搭电梯，刚好搭电梯。等一下，卡住，哦，上来了。哦。Coco，Coco，Coco。有蜜蜂。你这边是全部吗？还是我刚身上有啊？你可能要找一下吧，因为不是蜜蜂很容易迷路吗？嗯。啊，应该越飞越远，找不到家。嗯，一二三四个人吗？哦，多两颗。然后一二三，一人拿一组过去哈。这边一个人拿36颗。哇哦！玉水一人拿一个哦。啊？发礼物了吗？发礼物了。拿一个走。拿一个什么？玉水。在我的箱箱里。哦，好，拿了。这玉水怎么繁殖了？刚刚不是4颗，怎么变7颗了？我不知道、啊。撸来撸去。接下来是团团，对，来，他有很满。这是多少个啊？4个。4个哦，四个很多哎、欸。杰克，我也要去找，我要去找四个。回去找，感谢。
师傅我来啦，不要在岩浆旁边。哎，好可惜，我刚没练岩浆旁边。你为什么要好可惜？哎，这里哎，小米蛙哎，你都都一页都一。对对对，然后看到钻石哎，我刚画面好像有钻石没。我正在挖钻石。好，任务完成，我要回去了。拜。外送员呐，真的是外送员。哎呦，对啊，你吸到一个铁栅栏。好好好，哦，杰克，难怪会卡，太多掉落物了吗？你杰克，你没有吸起来烧掉，我以为你会吸起来烧掉，因为身上装不了那么多。不是啊，你没有那个。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戒符盒被我绑架。没有，没事，我最后一个。来来来来，不是啦，不是啦，来来一起烧送的蛋子哦。哦，蜂窝用重的比较快，是是嗯啊，对啊，你真的，你我们骨粉多啊。哦，我们骨粉不是多到不能再多了，多的爆炸。哎呦，对吧？哎呦，我要摔了一下。哎，我吸完回来了。怎么没看到繁星的墓啊？啊，我的墓什么？我的墓？什么墓？我在找坟墓区啊，怎么没有看到？我是第一栋哎、欸，他是第一栋啊，对啊。哦，你都没有写哦，你就写三哦。啊，因为他、啊、不是有头颅，没有吧？有头颅吗？没有，我帮你放一个头颅上去了。刚打那个 boss 掉一个头，直接放上去，刚刚好。钻石你不挖？哦，你这些是钻石、欸，我没事，挖你挖，我刚没看到。欸、你是效率级啊？六。你超像蟑螂的，因为要蹲着挖，因为我走路很快。嗯，你们现在走路是这个速度吗？嗯。咻，没事啊，你又不怕烫，只怕等一下突然唰岩浆，那就下去了。没事啊，自己岩浆一下就死、是啊。你可以解锁人生成就哎，岩浆游泳。不要，钻石。哎呦。也好危险、哦、好了杰克 your time 了 your time 酱油已经帮你半小时了超强能在一个小时半吗那你要付我钱哦你要付我钱哦你要付讲师费，讲师费半组钻石，谢谢。这么多，哇哦！哇，这已经很划算了，买到赚到哦。讲人话，哎、欸，可是杰克，你上一哎、欸、上一周跟上上周比起来，你上一周有比较好一点的，所以我相信你这一周再来应该会更好的。对，好，我想想，我最近有什么事发生？想回到上一周的话题，所以哈基你泡姐的衣服这样子，衣服有了吗？哎呦，哎，那个繁星救援了，繁星救援了，来喽。没有这东西好吗？啊、他们不是说你现在准备了吗？观众不是很积极的在筹划了吗？啊、就是下赛子啦，下没有他们自己做啊，自己做就不用担心。杰克，快开话题啦，杰克，有人在求救，求救了。那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想想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衣服？还有什么其他的衣服？那泡姐不行没关系，那我们下一节。我看到有人问我说，跑到前面的话，因为我说那个什么呀，那情侣为什么不要聊生活琐事？哎、欸，对，哎，其实我也在想啊，他们既然都在一起，为什么不要讲说今分享说今天做了什么之类？还是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说太无聊了？我跟你说，可能太日常哦。对，我跟你说，这男的说他每天日常都差不多，没什么好讲的。然后女生讲他的生活，男方没什么兴趣。分了啊！那干嘛要在一起？那就不要在一起啦！真的啦！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到底干嘛在一起啦？”他就说：“可是就是要分手，因为他们是远距离。”哦。然后他们现在好像一个被困在香港。哦。然后另一个在台湾。然后别看关机。然后男方就觉得说，就是等到时候他回来台湾以后住一起就有话题了。我觉得不没有、哦，
这个真心不好说，不好说。我觉得他们住一起后能干的事，大概就是只有一起看电视啦。能干的事，我觉得不是只有看电视啦。一起看电视都不会。对。因为呢，其实 有一些东西啊，就是在你可能还没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可能住一起之后呢，问题全部都会那个解决了。但是我跟你讲，根本不是，不会的。反而有时候该那个什么事情会越来越多，你吵纷争会越来越多。你怎么感觉很多啊？香港要来台湾不容易，对。男方就说，因为他有朋友在香港嘛，他就说，就是他跟朋友出去玩啊，他又不能带着女生。可是如果住一起的话，他就能带，就能带着女生一起出去啊，一起看电影啊什么的。不会的，也不会。没有，我要跟兄弟出去玩。应该是不会。兄弟们走，兄弟们走。他兄弟好像也是带女朋友吧。然后他就说什么？我说看电影很好看，你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影啊。然后就说啊，我们是说这个，我们去玩密室逃脱很好玩啊，你也不在啊，没办法跟你聊什么。很奇葩耶，然后他去玩很好玩的内容啊，对啊，可以剧透他，反正他玩不到，对啊，我觉得很傻，我觉得男生真的是很不会聊天，我觉得当时男生很不会聊天，我是觉得很怎么讲，就是你连就是两个人现在分隔两地，然后你都觉得没什么好说了，那这感觉就是没有。为这一段远距离的感情做点什么努力的感觉，这样。对呀、啊，是呀、啊，然后远距离已经够痛苦了，你知道吗？对啊，然后那个朋友我没有想分手，男方就是不想，就是很喜，就是喜欢吧，不知道多喜欢、啊。喜个屁！然后这个据点，所以我很佩服他们。我陪他们就是能聚，他说他们视讯的时候，就是两个都不讲话，就是看对方。那他是要干嘛？不是啊，至少有视讯呢、啊。对啊，真的是最少好险，至少还有像有些人就是喜欢，就是可能听他声音就 OK 这种，可是我不懂不是啊，视讯至少看到对方很安心吧？我觉得、啊。没话题，这样听什么声音啊？随便该哦，那边啊呜。那该什么？对方在玩其他游戏，你看你一个玩健体嘛，一个玩什么？健身环嘛，然后只听声音这样子嘛，然后这样吗？那个喘气刚有一种往北边的感觉。往北边玩健身环，我要喘气。健身环，好累呀、啊。有像，往北边在玩健身环。Super， 往北边大冒险，厉害。往北。哎、欸，对，那个他们都居然只看视讯，然后都不讲话，干脆他们有其中一方故意把他换成 GIF 图，看会不会发现。那女方会发现，男方说不定不会。那是女方换啊，对啊。然后怎么男生的声音啊？有没有？我觉得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很厉害吧？我觉得这样相处方式，我就是很厉害。而且不是啊，哎、欸，现在你知道现在还有更多可有办法找话题的。管道，你看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可以找个一个好看到个好笑的东西啊，梗图啊什么的，都丢给对方看啊。对啊，啊，对方就没反应啊。哦，我的天、啊，你是说吉娃娃吗？吉娃娃梗图啊之类的。是蜗牛的头，吉娃娃的身体。然后中介，对了，这个如果是我被我看到，我会生气哦。说团团的头上冒青筋而已。还敢包这种图啊？不知道、欸、我有问过他说你干嘛不要 po 些好就是生活照什么，他就说他自己去夜市他就拍一些什么他给他吃这个啊火锅啊食物啊或是什么的，或是他们公司的狗狗睡姿很丑给他男朋友看。我说然后呢，他说哦就没有得到回应呢、啊、他们是彼此都初恋了。不是吧，女方肯定不是的啊，男方好像有过一任吧，而且还交往超久的，不知道四五年。哇哦哇哦哇哦，这我就很厉害啊，我就很佩服，但我觉得他前女友是神吧。看真的难怪会分手，活该啦。真的活该，真的活该，活该啦。男方没有想要认真去对待这一段啊。对啊。对啊。感觉上人家都已经丢一些讯息给你了，然后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就球都过来了、不接。
好，然后等下就说啊，我就木头啊。打野是男方还刚刚说，他觉得有时候女方说的话就是挺没意义的，聊一些垃圾话这样。我跟你讲，他难道是要跟他讲说，哦，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全球温暖化太严重了，所以我们现在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你知道我想到那个什么？最近无聊看到别人在传那个抖音梗，就是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啊？你就不能问一些有意义、有逻辑的问题吗？好的，那现在有两辆火车正在行驶中，然后中间有一只蜜蜂正飞行时速35公尺还是什么鬼的？那请问两台火车什么时候会相撞？什么鬼东西？然后就求蜜蜂的面积。我们要问到最后，我们都乱讲了。我聊些有哲学的问题啊，请问一下，现在我挖一颗，我找一颗钻石要10分钟，那如果我想找到64颗，我要找多久呢？之类的。没有没有，他搞不好想要问说什么？哎，请问一下，那个赛平方加口赛平方等于多少啊？好烦，超烦。我觉得他可以问说，就是那请问希特酱油要凑到一组的，就是整箱的钻石砖要多久呢？多久时间呢？需要多久呢？10年后，噔噔噔噔噔，10年后要收贵，太久了。会啊，欸，我跟你讲，说不定哪一天女方突然跟那个男方讲全球暖化，说不定就突然可以讲一堆。我跟你说，哎呦，应该是不可能，他好像讲过了，讲过了，真的假的？哇，连全球暖化都没得了，对呀，太厉害了吧？可是他好像不是讲全球暖化，啊，讲什么？讲什么？也是那种世界议题，是不是？对啊，好像是那个美国选总统吧。哦，然后他这应该挺大的吧，这个话题。这个算大话题啊。可是我也没兴趣啊。这个讲真的啦，要看的，要看的啦，这是看的。这我觉得正常都没兴趣啊。没有，其实我会说要抢大议题，是因为我想说这个男方不是一直说你都讲一些没意义的事情，好啊，讲一点稍微对国家，就是对那个局势有意义的，就是，大局观有关的东西，对吧，啊？那就这个就是啦，啊。结果哎，居然也没有吗？没兴趣，没有意义也不行，没意义也不行。那他到底想讲什么？他要在有跟没有之间啊，有跟没有。那男方有兴趣的到底什么？那就勾引他。哎，你觉得啊，算了，还是比较好了，这样就好了。哇，等一下男方就说好哦。直接具体，好，如果说好，我就真的是算了啦，算了啦。他要设个机器人，他知道好哦，好哦。哎呦，那蹦子啊，上面鼓励吧，就很佩服，就是很厉害。而且我跟他说，那你就聊一些像是游戏上的话题啊。他说他有啊，可是很奇怪，就是男方不太理他，太惨了。这个男方是不是外面还有别人啊？要选好像没有吧，因为他们都是开视讯，一看是2个小时起跳的。哎，那也就只有这2个小时看不到，就是看得到而已啊。那对啊，搞不好是时间，男方是时间管理大师，对不对？对啊，我要白天找其他人啊，对不对？不然我问他，他就说就是男方白天都在上班，可以肯定的是因为他又知道他在上班的。因为他说他突袭打过去的时候，男方确实都在上班。突袭，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我说下班嘞，他说下班的时候男方都在那个什么呀？因为他现在在香港嘛，就是他说他已经没办法用什么 LifeB 之类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我不知道，他是说可以用，只是就不太方便。所以他就没差吗？他就不知道，他就说改用 YY， 然后他就看到每次去澳洲是男方都一定在 YY 里面，然后是跟兄弟在玩，在打架这样。那你玩？我就说他外遇对象会不会是男的？对啊。然后他那个香港观众现身说法，那可以用啊。对啊，真的，因为他说那个男方好像有给他看吧，好像是就真的都没有在用，就停滞了，已经停滞了2个月了。嗯，他哦，哎呀，真的分了啦。对啊，有人说可能是女同事啊。哎，对啊，兄弟啊，兄弟兄弟也有可能啊，秘书或兄弟都有可能啊，对不对？对啊，
哎呀，哎呦，师傅不明白，我不知道。你请他来找你师傅解解惑之类的。那还要先来挖个钻石啊？你要帮他，不是你找泱泱去算命也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看塔罗牌。笑你要帮他、欸后面反而是泱泱介绍我去上塔罗牌。啊，居然反过来了，是不是？我以为是就那一次而已。哇，他我是哦，好。我不是跟人家说塔罗牌不能太常算吗？算了磁场会乱掉，然后就不准了。好像有，从来没有算过塔罗牌。我们就只有算过那一次而已。啊、嗯，啊，偶尔算一次很准吧？可是其实我觉得塔罗牌就是我听到的准，我都觉得好像就当下准而已。对、就是，我也是觉得离你越近的越准，然后越远的就是有变数、嗯。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这样，他就这样，他之前就有讲过啊，离越远，他变数就越大、啊，所以他就越不准啊。可能前面的有八成准，后面可能就剩四五成啊。因为他说，他跟那个少长讲说，后面的话就是会依照你做的每一个决定而会有不同的分级。哎、嗯欸，你知道之前有人跟我说、嗯、塔罗牌是不太会改变结果的，然后我听着就啊，应该是算命才不会吧。对啊，我听别人讲的、啊，算命是不才不会的啊。因为之前阵子在 DC 就有女生跑来算那个，跑来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但是就算塔罗牌，我在旁边听。然后就我记得不是就是塔罗牌是可以改变结果的吗？嗯。然后就那个男生就说没有哦，他说他算了十个人，只有两个人，可能十个人只有两个人会改变结果。他说塔罗牌基本上是没办法改变结果的。我说哈，那不就跟算命一样了吗？对啊，不应该不一样吧？这还是有差，我觉得是流派问题啦。我想他们这流派，他们都一堆流派的，认真，我觉得，对啊，感觉是流派问题。好，不知道，我想说不可能塔罗牌，我觉得，因为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他就是当下算你心境很准，嗯，就是他把你的心境解析的很完美这样。可是我觉得好像到后面就是好像都不怎么准，心诚则灵啊。啊，等下就会说你要相信你自己，嗯，那个结果好结果就会来了。对啊，像整团那个什么少女啊，都没看到过啊。他说少女嘞，我跟你讲，哎、欸，没出现才是好事吧，不然我要被骗钱哦。你不会让他出现，然后不要被他骗钱。对啊，你不要被他骗钱，你都知道会被骗了，不是啊，那我就。他都知道出现是骗钱，那我干脆不要遇到他，不是更省？不，你可以骗他，不要被他骗钱。你骗他？对啊，懂吗？物尽其用，好吗？那个骗你钱的是谁啊？对啊，不很好奇吗？我是因为蛮好奇的，所以我一直在等啊，等到都已经现在几月？十一月底了，没出现啊？那你不要乱来哦！你怎么这么拼啊？对啊，没乱来啊，我就没乱来，他就没出现哦。可恶！叫你乱来，你不乱来，你看你。那等你乱来哎、欸！哎呦，你看健身房哪会遇到失学少女？你看你走错路了吧？对啊，健身房啊，失学少女去哪里比较容易遇到？网咖、哦。哎呦，我靠！哇啊，我知道啦，可能后来瘦太多了，他找不到了。找不到那个目标了啦。他看了之前的照片。对对对对对，可能那个老师给他那个照片都说，啊，是他吗？好像不是哎、欸。不是他吗？以前的对象是他吗？差的有点多哎、欸，好像不是这样子、欸。是不是刚瘦身有成的？对，我自己现在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再吃回去，然后你就遇到失学少女。疯子哦，那我那个钱怎么办？我那花的钱才白费。你跟那个老师说，老师，我以后不请你了。老师说为什么？就说不行，我想要遇到失学少女，我必须回去。阿姨，哇！哦，天啊，超好奇！我那时候就想说，哇塞！就我的，你们最好奇，我傻眼。我好奇一下啊！哎，你不觉得听到这种就很好奇吗？你说骗人的吗？就是可能一个就是都没就是不怎么谈恋爱的人，然后突然就会谈恋爱，然后还会被骗钱。
你不会，你不会反而觉得我很可怜吗？我觉得很可怜啊，可是我还是很想看。完全一件都没有过啊！啊，你说我吗？对啊，对啊，没有到真的在一起啊，没有啊。Oh. 有心动过的吗？没有到真的很 doki doki 过的、欸、那你有什么 doki doki 过的啊？你说我吗？对啊，你有没有什么心动过的、啊？比如玩 UHC 要杀人之类的那种感觉。哇，太心动了！前面有个人想要杀了他，这样子的心动啊！对，你有想要杀了他的感觉？看到他要杀了他，应该是这样吧？哇，想到每次都可以杀他，奇怪，我心跳怎么这么快啊？没有，这是变态了。等一下，然后就开始一段恋情，每次在那个什么啊，在那个每次在那个要杀他之前，就会寻找他的身影，他在哪？好想杀他，他在哪？恐怖情人，警察先生，你把他抓起来，杀他。然后等他杀他，你就冲过去杀掉那个人，然后对他说：“只有我能杀你。”崩坏了，太可怕了！坏了，坏了！你坏了，你这个是病了吧？真的病了，病娇就大概是这样吧。哎，所以回来，现在是放送团团福利时间，所以你真的没有心动过的吗？哦，我就跟你说，我就不知道哎、欸，目前我真的都还好哎、欸。对男生也可以啊。没有，真的都没有啦。我酱油要自己推荐的，我也可以啊。哦，自荐哦，这样吗？对吧？还是自荐的部分我们不能搞师徒恋。为什么？现在不是正夯吗？哎、欸，哪有？有吗？没有吗？你要试过才知道啊。安静了，你看尬聊就是这样子哦。哎呦，考虑了，我进思考了。你是不是考虑了一下？没有，我是在思考，因为我对你是在思考啊。不是啦，我没有，我是在思考。我思考的东西不太一样，好吗？你在思考什么吗？杰克，你要不要找话题？你是在转移话题？对，你不要转移话题。不是我，太硬了。我跟你讲，你们都知道我之前有玩那个游戏嘛，就是那种游戏，那种剑三，对吧、啊？那也就很流行师徒恋。基本上我看过有人找师傅就会要求性别，然后就是会想发展成师徒恋。那种游戏很正常吧？就是感觉就是意图根本不在说，我只是要把你摆好。对啊。对啊，根本就不是啊，自求深情啊，而且是想要把妹妹啊，有没有？对啊，把妹妹，把妹妹。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多八卦哎、欸。然后你都听到，然后都分享给我们，是不是？我都来分享给你们，你们想听吗？你一回合已经讲够多了吗？不是，你讲很多了哎、欸，你的话已经讲够多了，真的。哎、欸，我跟你讲，我有个每天告诉我瓜的朋友。那么多瓜，我们也有啊，就是你耶。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他突然就来密我，我说你知道叉叉叉吗？我就回我知道啊，然后心里想谁啊？他想找人聊天啊。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他吗？然后我说真的，然后我还在想他是谁啊？好讨厌。而且很多很厉害的，真的超超厉害。嗯。而且基本上会死，而且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师徒恋，要死我，一个师徒恋，踩一下今天的刹车。哎、欸，现在有人在家吗？没有，一定没有，没有，大家应该都在外面逍遥吧？那请问师傅，你身上有煤炭吗？我这边有啊。OK， 我要找你。你在戒符盒里面放那个啦，一组。碳啊！我发现我带成丝绸之处了，所以我怎么挖全部都是、那個啊啊。所以你要嘛带木头，要嘛带那个啊煤炭啊。煤炭啊，啊 ，OK。身上一定要带木头呢。有我带。啊，你有带什么？不直接做个。我就是没有煤炭啊，我挖不出煤炭。他挖不出来。你可以用丝绸之处挖出矿啊啊！然后再那你可以做木镐好吗？有木镐这个东西。哎、欸，你可以做一个那个什么熔炉，把它烧出来。对。哎、欸，我发现啊，我发现我里面还有64个碳哎、欸。白痴、喔。八七。不是，他重点是他没有石头可以烧碳。啊，对耶。啊，对呢。
哎、欸，骗他很多，我也是跟你那个失学少女吧，骗他。哎呦，我差点被骗了。哎呦，哎呦，差点摔死！硬内的那个失学少女，专门骗炭的。哎、欸，你赶快死一死，我们就可以去存档点了、欸。哦、oh? ，对不对？好像有理由、哦。那你骗个存档点，有道理哟、哦。你是那个魔女吗？你是那个魔女？什么魔女？没事，没事。嘿咻！哎，杰克，你的场。哎、欸，对耶，我成功撑过，成功撑过一小时，哇，一小时了呢！啊，加油，我知道你还可以的。他可以的，不行了。啊，你要想点工作能力这样子。啊，不是、啊，你刚刚不是要想你学校吗？然后想到一半，然后学校真的最近真的是没什么。哎、欸，你说吧，那我快要，我可能会延毕了。啊，是啊，是不是叫你不要念了？你看。我现在证照一张都还没考哎、欸，是叫你不要念了。你毕业一定要证照，只有一张证照，一张英文的。然后考虑修霸掌，修霸掌。你跟大自己跟我说修好像，啊，你那个证照是很难考吗？不然为什么？很简单，我只就是一直都没时间。哦，我以为随便证照、欸。那你赶快去考啦，在那边。为了这个没有。你知道有一场就是好像二十几还几号啊？好，就刚好要去台北的、哦，好，那就 pass 咯，打牌那种吗？我跟你讲，你就报台北场啊。那你报台北场啊？对啊。然后先去考。哎、欸，你报台北场，我们所有人去陪你考，在外面等。真的。哎、欸，这样有讲所有人哦。陪考团。而且不是，我们还要举牌子哦，牌子上面写“杰克 love， 杰克第一名”。我们可以当应援团。对。应援团出道。然后杰克出来以后，他哇，杰克考完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要拿，然后我就要垂头丧气出来，我没考。哎、欸，你怎么你没过？没关系啊，来这个水喝下去。没事啊，没事啊，考不好也没关系啊。拜托，你是不是小看粉丝的力量？就算你垂头丧气出来，我们会说哇，垂头丧气杰克也好帅哦。哦，不是这样吗？耶、yeah, ，他眼闭了。哇，杰克眼闭了，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吗？这代表我们就明年就可以来陪他考了吗？哇！真爱的力量，我想想都好兴奋。真爱吗？他只是水友的力量。哎、欸，可是认真讲，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台北场啊。真的啊？没有，我跟你讲，你进去考，我们去吃大餐，然后你出来之后，我们把嘴巴擦干净。哦，你考完了。不然就是你去考了之后，我们去可能看要玩什么都有、啊、东西。对，然后玩完的时候，你考完之后，我们玩完回来找你。啊，去我们去玩个密室逃脱，你差不多就可以出来。对，也可以啊，我觉得这样很好。然后你们吃饭的时候就全部在聊密室逃脱，然后我完全话题上不去。你也可以跟我们聊你的考题啊。对啊。欸、那你多一个话题呢？你可以剧透我们哎、欸。那只是我们回答与否的问题而已。啊、然后我就开始问问题，有没有？然后就说嗯。哦，然后你们就继续你们的话题。你是说两台火车在开，然后中间有蜜蜂多久会相撞吗？还是你说两台火车，然后有一边的轨道有一个老奶奶，有一个是小孩这样子？你要救哪一个？你要救哪一个？这个选择可以困难呢、欸。如果像有两个铁轨，然后两个都要被撞死了，有一个小孩跟一个那个，你要救哪一个？是不是有出有一个桌游？有啊，有玩过啊，那很难抉择，不是还有说什么天使题跟地狱那个吗？恶魔题的，对啊对啊对啊，卡片，超困难。我在野外乱逛，逛到有一个插火把的矿坑，哎、欸，那个是我们的啦。我刚挖到废矿，不是废矿，是有人我阶梯往下挖的矿坑。来，请发阶梯往下，你是在深。海那边吗？就是热带 海洋、搞不好是以前前人的遗迹了，已经几千年前的遗迹了。你挖的倒也是蛮猛的、欸，认真。我不是我，就是在路上乱跑，然后看到哎，那怎么亮亮的？就走过去看一下。哇，太神秘了，这个几率真的很低耶、欸。哇哦！哇哦！所以杰克，你那个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现在报吗？他是到这个月底啦。那你打爆了啊！他开的时候就是
直接是学校考的那种哦，指定学校哦，那得有台北厂再保啊。那你看一下台北厂哪个比较近啊？对啊，长得好像参加场次一样哦。你看一下那个台北厂怎么样？丢了 CWT 要不去的？有要不去？哎，买买买！哎，同人展哎，买买买！哎，买买买买买！包包看看那个摊会不会上啊？啊！而且你想啊，就是你在那什么、啊？你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在吃东西啊，我们在玩啊，你就会觉得很生气，凭什么？凭什么我在考试，你们在玩？然后就会发，就会那个挖粪图强。挖粪不是发粪，发粪吧？挖粪图强啊！我操！挖大便！我考试要先去挖一坨粪出来。太生气了，然后就会突然间大爆。爆发，然后就考很好，有有全部写低，全部写低，太生气了，全部写低，笑死！而且说明这时候你的听力就会增长，就可以听到后面的那个 A 是两撇 ，B 我不是，你确定我不是要仿佛听到比较强，仿佛听到我们在吃东西的声音。然后就会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努力的考试，这样才对得起大家的嘴。为什么对得起你们的嘴？太奇怪了吧！我们要连你的粪都吃掉。哇！你是说粪吗？我不要、啊。我不要、啊。先不要，先不要。那个粪我不要、哦，你吃你吃。哎，不是、啊，你们在想什么啦？你刚讲的啊？你说挖粪图强。那你去狗老师给你上。哈！你都挖球，涂在监考老师身上，直接赶出去。可以直接给我过吗？你可以涂我脸上让我过吗？这样吗？你不是说你只有那个证照啊？就只有那个而已啊、哦？证照英文，我就英文，我真的是爆开。那你就要努力读英文了，英文比较好啊，我觉得英文好不想读哦。好了，也毕了，也毕了。他毕业了，他毕业了，毕业什么？你知道几分啊？几分？就是他过就好，最低门槛过就好。最低门槛是几分？多益吗？因为我记得好像现在多益或什么 C， 我那个叫什么啊？我来看一下我的 line、哦。哎、哦欸，那个我之前大学也考过、欸，哎，我考完根本就不记得他是啥。那个很好过啦，真的假的？真的啊，我考好像是 B 还是多少？哎、欸，你这样跟他说你考过，要是他没过，他是哭嘞、欸。那哭啊！不是啊，因为我完全没读下去了。哇，他没过就哭了。对啊，哎，要是他没过就哭了。小雨，那眼睛考都过了，哇，那我也没办法喽。怪我喽！我的英文程度那时候只是要玩电动游戏的英文程度喽。真的假的？真的啊！你说类似 ATK 啊什么东西吗？哎、欸，那问题来了，你请问你的游戏英文程度是到哪个地方？你是指全部都英文的游戏吗？就是没有啊，就是一般游戏里面的那种对话或者干嘛选项。Go home, come here。可以，应该 OK 嘞。因为其实好像如果你游戏大部分用英文，应该还好。是不是应该考一下？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虽然说你失败了，但你曾经努力过。好，那个杰克，你就这次上来，你就是除了考那个证照，再去考个英文啊？因为我没有英文，英文我是没有那么在意，就是因为我已经有看到下一场在一月份的时候了。哦、oh. ，还可以再玩一点证照啦。所以你的证照比较尴尬一点。可是证照我想要就是考那种多贝多芬的那种。贝多芬，然后就背背就好了。啊，没有什么实操的那一种。嗯，那很多啦。我刚想贝多芬嘞，他说没有。是啊，是啊，贝多芬啊。就你知道他聋子吗？是弹音乐的那个吗？对啊，弹音乐，他听不到声音，你知道吗？啊，不是那个啦，我以为。杰克要考音乐了吗？对啊。知道吗？啊！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哎、欸。你们杰克其实是音乐系的吗？对啊。真的吗？对啊。那你现在唱首歌来听听。哎、欸，谁说音乐系都一定会唱歌？你这样管团很难过哦。偏见哦。哦。你这样子是以偏概全哦。哎、欸，你知道我不是读牙齿科的吗？就会有人对我说：“哎、欸，那你现在马上雕个牙齿给我看看。”太难了吧？雕个牙齿。
难了。你在跟他说掉牙齿不会啊，拔牙齿可以，你要不要试试？哇，你很奇怪，我不然是菜呢。哎，不是、啊，我上来掉个牙齿啊，这样现在团团读建筑系嘛，你现在盖个房子给我看看。他可以啊，可以啊，你给我钱。OK。另外说科技这东西啊。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像是我现在是资管嘛，啊，出去只要毕业，是不是蛮少走本科系的东西？是啊，不一定，嗯，要看你看我支出。哎呀，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读建筑系的时候啦，我的上一届就是学长姐那一届，大我们一届的，他那个时候一般大概50个人吧。嗯，然后呢，到他们毕业做毕设的时候，我看大概只剩下快20个人，哇，其他人全转系了，超强，超扯，超夸张。然后呢，然后我们这一届的话是只有转走一两个啦，但是到现在还有在做本科系的，应该大概，其实我觉得我们建筑系算蛮高的，建筑系大概6-7成，嗯。嗯，那算蛮高的，算高的，没有，因为他们就4年都在做那个东西，真的也没办法，就只能去做了。捞起来做，嘿呀、啊！然后刚说英文是什么 ？CSPEP， 刚做手游，那我不知道哎、欸，那是什么 ？CPR？ 不是 CPR， 你有又要去按安妮了吗？哎、欸，初吻杀手哎、欸。哎、欸，为什么有人说他们学校有资管？大学院校英文能力？对。哦，那所以是新的还是旧的、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他就是推这个、哦，反正他就说有三个英文，就是要考一个过这样。嗯，因为我一直知道大學、啊。我要丢一颗钻石到我的许愿池里面啊！不行，要丢到 你要丢到岩浆里面，而且你坟场那边要加数字哦。那我要在坟场那里盖个许愿池。哇，这是哪里都会有水耶。水之女神阿库亚。原来你是那个女神啊。原来你是那个女神。库亚。库亚。库亚。那是叫什么风花雪月。库亚雪月。库亚雪月。你们可以继续这个话题。你们刚才讲啥、欸哎，刚刚杰克难得主动开、欸，哎，对不起啦，都怪主菜啦，很棒。你看，你继续啊，你继续啊，你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不是我吗？我继续啊，是啊。你知道我现在，其实我读现在我的这个科技就资管，然后其实我对程式真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数学逻辑没有到很好，嗯，但是我去写程式，去写东西可以，但是我就是。那个逻辑上，无法开窍，就是我会死在那里，需要有人帮我开窍给我，才可以继续写、嗯、那种。哦，就感觉没办法，自己这个逻辑要很活啦。对、嗯。可是我觉得程式的逻辑跟数学逻辑是两回事、欸，不一样嘛，对。对啊，因为我自己我就是数学很烂，可是我写程式还可以。我数学很烂啊，但我推理就很强啊。我说句实话，数学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到啊？你买东西啊。人工智慧啊，我是指三角函数那种，那种的就基本上用不太到，看你考试会用的，考试会用到。因为像我一直以为我不会用到那种东西，直到我有一次写程式在写投篮的抛物线的时候，哎、欸，要用到了，然后开始网络上找。哎、欸，抛物线，那请问一下，你们知道黑子的篮球吗？他投整场的，他不会撞到天花板吗？嗯，知道啊，绿间嘛。对啊，他投那个整场啊，不会撞到天花板的吗？他可以从那个什么、啊，他那个他们的篮筐下面，然后投到对面的篮筐。其实我没看啊。哦，剧透没有。哦。我看到那里，我看到他们刚升高中而已。哈哈哈哈哈！开头可厉害了。他们在自我介绍而已耶。对啊，才刚来一个新的转学生而已。嗯，然后他还咬着面包在转角撞到人，没有，没有啦，你就拿网球拍，然后就发现他那个什么，张开眼睛是在一个水果摊面前嘛，对不对？然后结果发现自己最爱的女人被鬼咬死了。女人吗？你是讲女人吗？
怎么被鬼咬死？明明怎么被鬼咬死？还有没有死啊？我被勾哎！好久了。啊，那我考虑一下，哎、啊，以为死了吧？结果没想到没死啊！哎呦！我看有人把那个鬼灭就是改啊，也是讲鬼灭、哦、啊，被剧透了啦！我以为是黑子篮球啊！天哪，我看到那个动画啦，就是那个米豆子啊，被咬死，但自然以为他死了就没死啊，跟你说他是我操，你怎么没死？天哪！要看了，发言了，完蛋了！现在一定要去看，我已经剧透你们了。哦，剧透啦！哦哟，哦，下去啊，剧透更看不下去。哦，你说那个什么列车那个嘛啊？啊！就唱《还珠格格》主题曲那个动力火车啊！我现在见到现实朋友十个有八个问我有没有看过。然后嘞，没有啦，因为你就真的很喜欢蜘蛛嘛，他们可能就想说你应该会去看这样。对啊，喜欢那蜘蛛吗？你还没去看哦。对啊，那我没去看，就说啊，你没去看哦，啊，不要用怜悯，这很是还用怜悯的眼神看我是怎样？你说炭治郎同，说炭治郎同情那个善意的眼神吗？我从他们眼里什么表情？但是我们从眼里读到，仿佛就是在说，哈，你连350都没有吗？看都看不起吗？这种感觉。啊，可是我到现在还没去看、啊。可是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倾向，其实那种在日本Twitter 有称呼叫，对。有啊有，他就是什么鬼灭道德绑架之类的。嗯，对的。嗯，因为他们那边也很严重啊。对啊。鬼灭太夯了嘛、嗯，而且不是说什么很多动画都是说抄袭鬼灭。什么都抄，对啊，勇者斗恶龙啊！哎、啊欸，我下不去，我是不是卡了？你哦，你离开了，哦、啊、哦，我去断线了，我断线了，我偷打阿基。哎，九点嘞，我忘记我今天都没有做事，我爱吃东西了。那你刚刚在干嘛？他都吃东西啊，他在讲话。我刚刚在都在讲话，我现在来吃东西了。啥耶？哎、欸，杰克，你的场继续。我的场，我再想一下还有什么。嗯。有最近有做梦吗？每天都在做啊，因为每天都在做，因为我最近的梦感觉就，我觉得，哎、欸，昨天啊，昨天梦就很奇怪，就从说到什么，就从世界末日开始，然后就变成又在校园里面了。你是不是想穿越啊？的校园，你是不是想出现在水果摊啊？都被陨石砸中，然后又回到水果摊，然后要去阻止那个陨石砸下来。哎呦，不是啊，我就说我最近做的梦最可怕的就是那个啊，就我之前有，哎、欸，我上哎、欸、是上一次上次有讲过嘛，就是那个在沙发上，然后呢就被人家喊一下吗？喊呐、啊，就是被喊说赶快起来，然后我就起来了。你确定要动闹钟吗？然后我就起来了。然后我那个时候起来是真的惊醒，这样子，因为就是被吓到说，嗯，为什么要叫我起来？这样，嗯，那结果你起来会是几点？那个时候大概是7:30几，快40吧。哦，然后8点开台这样。哎，我之前又有梦到类似的，就是我梦到我迟到了，然后结果我去了以后，我上司对我说，啊，你怎么迟到了？然后我起来才4点，然后我上班是9点。哦，哦。而且我刚不是说世界末日吗？嗯，然后我看到的界面哦，是魔法巨鼠的界面。你是不是想穿越啊？因为到每个人说哇好热哦，好热哦，我需要水。好热，只是因为那什么岩浆什么之类的，嗯，就导致怎么地板我断了。哎，我也断了，我也要断了。哦，因为我又断了。穿越啦！他们完了，我们要一起穿越。他们三个人声音不见了。啊，对不对？啊，应该是了。啊，应该是了。他们串通好，今天要霸凌我们全部人。完了，哎、欸，完了，是我们，我们怎么办？他们是不是穿越了？你开 P 手啊！完了，他们一起穿越了。他们也穿越了。他们一起穿越了。开 P 手什么好游戏？猜他们穿越会得到什么能力？穿越会得到什么？穿越？你是哪方面的？他们也穿越到异世界啊！你说内脏被穿过去那种吗？救命啊！好痛哦！别吧，可以把整个人都穿。我会死亡回归。我会死亡回归。天哪！
感觉可能穿越的就是啃竹子之类的。说到能力吗？对啊，他们穿越以后不知道会得到什么能力。吃竹子可以增加他的那个能力，这样。但是可以想到名字哎，但是竹子但是不能咬。我看到不是有一个新番是什么什么穿越成蜘蛛什么的，穿越成蜘蛛有吗？我最近动漫都没什么做，我也没在看了。是我今天看到，我是昨天看到 FB 的吧？穿越成之内，什么穿越成之内？穿越成之内下吧。我看过最丑是穿越成温泉，温泉是怎样？怎样？他什么转身成异世界温泉？我想说三峡温泉怎么转啊？我就去看哦。重点是他就是水，然后他有知觉看得到，然后人家妹子就会脱光下来泡温泉，他就很爽。对啊，我就说好棒啊，好傻眼。然后后面他就可以换成人形，然后不知道，我就很瞎哎、欸，我想说，干现在什么都可以那个啦，都可以穿越一下啦，以后我就穿越成一颗石头。哦，有啊，那是什么转身成蜘蛛又怎样？他在演什么啊？就是他。我看预告，反正他就是变一只蜘蛛了。他真的是蜘蛛，反正到后面都会变成人啊。不知道哎、欸，这我就不知道了。就像那个史莱姆，我听说那一部好像还不错哎、欸，我看下面评价好像都很好。嗯，它是漫画吗？动画？漫画，然后要转动画。啊，可以看一下。对啊。他说是可以跟史莱姆并肩的穿越神作哎、欸，哇哦，看了。可是我听说我后面没看史莱姆哎，我听说后面的史莱姆很莫名其妙。那、啊、这种东西都是这样子啊。史莱姆看到第一集，后面就没看。你就像七大罪啊！哎、欸，可是我觉得那种很多动画后面会爆炸，都是因为原本只打算写可能写个一两卷，然后就结束，然后结果人气爆炸之后，然后可能公司不想让他们停，然后后面就会越掰越歪的。嗯，因为没得掰啦。对啊，就故事设定原本没有那么多，然后硬塞就会整个爆炸。明明就是啊。哦，原本是小说。小说。现在小说名字真的越来越长了。现在小说名字每七个字都不要看。七大罪嘛。好，完了不要看。只有三个字而已。太少太少，你说七大队真的是前面还蛮好看，后面就真的是他不能叫七大队，改叫七个字了。七个字，我觉得七大队太扯了。他整个就是他讲说这个是最强的，然后下一张打给你，不，我才是更强的。然后下一张再打给你，打给你，不不不，他才是最强的。正常啊，没有。可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动画会爆开，就是因为动画组。制作也是有很大那个啦、嗯，可是主要是经费问题啊，也没办法。是啦，毕竟做动画就是比较那个嘛。好，出亏啊！突然看到好多人哦、喔，赶快放一下广告。哈哈哈哈哈！台爆炸了，变多了，按一下。哎、欸，真的、欸，怎么变那么多人啊？天啊，播一下，播一下。你们现在该做是不是连播？然后连播到他们回来为止。突然看到，好夸张，好多人，能变多。你们在播广告，赶快来喝汤。早就听到你在喝。超明显好吗？断线群就开始在打开东西喝了。对。哎呦，我看到他寄回来了。嗨，欢迎，谢谢你们。让我们的观众有广告吃。对，谢谢你让我放广告。你们断线之后，我们的人数暴增。让我喝了一口汤。这是什么人数暴增？我好热哦。还回啊，还回。还好小雨刚没进副本、欸。对呀、啊，我刚在副本门口想说，是不是应该差不多要打副本了？我刚想说，你看好久、哦。有一部分我在看聊天室啊。来了。穿回啊！就在你们走这段时间，我们讨论了你们穿越会得到什么能力？对，哪尼？嗯，不要断线的能力。还没有结果吧？对啊，没有结果、欸，还是啃竹子嘛？对啊，不能用牙齿哦，不能用牙齿。对，我说获得能力带要条件，就是不能咬，不能咬。天哪！不能咬，然后那个竹子很厉害哦，你可以用手把它做成双节棍啊，做成长枪啊什么。高明就没聊这段，高明就没乱加。乱加。啊，这是能力进化啊。我被来。能力进化。直播那边还可以吗？
没有，我现在重试弄了。哦，这边已经重连了。对，我不知道他在转圈，不知道还没有回来。你知道，就是网络爆炸的时候，是最能知道，就是可能是几排。那时候打撸吧，我一个人，然后我们突然间四个人回温泉，我就知道了，完了。走回温泉对不对？不行，说到昨天打撸，我还是好气。哎、欸，对啊，昨天打撸那个可以稍微聊一下，超夸张。我遇到超多怪人的、欸，谁来了？你知道好？打撸不是一开始从温泉出来嘛，不是要买装？对，然后有一个中路，他买了一瓶药水，然后我只是跟他说、啊、那个，欸、中路啊，你没有买其他装备哦，他就说这个干你妈屁事，然后他后面又补一句说，我想要跟对面中路的的吸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喜欢莫名其妙喝那罐水，喝那罐水这样。怪人呢、欸，对面中路不想啊。然后再就是那个我们遇到有一个也是上路的，然后就是他自己很爱乱冲，然后乱冲就死了。然后我那时候是我跟 Bobo 吧，我跟 Bobo 在下路，然后就是有尽力的丢招，想办法帮他。然后呢、但是就是对面没死，然后他被抓死之后呢，他就打了一句你们他妈到底在冲三回，冲杀小子。对面就是会包过来，就是四五只包过来，然后可能就是打不赢，选择性撤退这种。他觉得没有帮，我怎么没有帮忙啊？人呢？然后他就开始飙这样子，然后我就问我说：“我们招不是都交完了？我们能交的都交了。”反正昨天怪人就一堆，好可怜啊！打三场都怪人，三场都是怪人，你知道吗？好惨哦！然后杰克昨天是真的是心态崩坏，心态渣。我没有用很凶，我都用那种很平稳的去呛他。可是他后来就是说啊、哦，我真的心态爆炸了，不行，就是都是怪人，因为自己是打野的，然后可能重击没下好，就什么东西不见了。对啊，压力颇大，压力山大，然后没中就疯狂被拼问号，或者没 K 歌就被拼问号，我做错什么了吗？你没有合他的意，所以你做错了。对。好累哦，打个撸而已。对啊，删了啦，玩个游戏而已。那删了，只是个游戏耶。删了。啊，我们刚最后是聊到哪里啊？快来答副本。挑战失败。好、欸，为什么？哎、欸，我一传进去副本，然后我就被传到最下面来了。直接从屋顶掉到地面上，我从天堂掉下来了，我是不是要下地狱了？哇、哦！然后是不是偷讲我们什么坏话？我没有啊，就只是你们有什么能力这样子而已啊。对啊，然后聊说有一个新番而已啊。新番是什么？蜘蛛？转身成蜘蛛又怎样啊？哦，对啊，怎么有个各种转身啊？我看到那个蜘蛛那个。对啊，他到底在讲什么？我很好奇。对啊，你去看，我也不知道。你去看，我没看过。但是之前我有被那个啦，我有被聊天室的推那个说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什么咒术什么回战那个，哎、欸，那个作画真的很猛。哎、欸，对，好像听说最近也被作画真的精细，真的经费满满，好扯、欸。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动画真的就是漫画很无聊，然后做成动画又哇塞。你就在讲《鬼灭之刃》吗？你就讲《伊之助》吗？我说那个很帅，对不对？我看有一些动画忘记叫什么了，也真的是漫画我看不下去，可是动画真的就很蛮好看的。巨人也是啊，巨人好像也是动画，整个就戏份也做得很好這樣。巨人动画太猛了。你刚刚光碟放什么啊？是不是全部都力量攻击？对不对？我知道。没有啦。没有啦。我放一个。所以你被吃掉了是不是？对，被吃掉了，一个攻击 A 1的，然后一个时间 T 1观众放什么？为什么会有音？酱油，你加时间0.8的跟一个你加的鹦鹉两倍的了，就这样哦，你加的哦，我不知道怎么我有鹦鹉哎，我有鹦鹉哦，这不是我的啊，太冒爱心，他是我可以让他蹲下坐起来酱油的吧？他不是我的、啊哦，他记得。他其实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有，我怎么会有啊？行哎、欸，
我什么时候有？小雨借稿子呀、啊。我等一下要借。哪位？还是你们刚有人在外面，然后就是鹦鹉没回来，然后刚好可能你们到读到那边到地图。哦，我刚刚有经过一个森林啊，有可能。那你会不会看到那矿洞其实是我的？哦，有可能。可能他是遗漏很久的他千里迢迢来找你耶，真的耶。什麼時候的？我记得不记得了？天哪，他叫哈基吗？哈基，哈基吗？哎、欸，你好可爱、啊。飞。哦，小野看还能不能挑战？好啊。反正还没有人挑战过啊。嗯，对对啊。嗯。不行啊。不行啊，等一下啊。小雨这里。我要。杰克。先给。对，工程师在线上。对啊。嗯、工程师在线上。啊，他逃走了，把稿子带走了。我要去拿钻石。他逃走了。这是矿。不是啊，我走错地方了，我在干嘛？卖萌，对的。中介祭台，嘿，我去修装。哎，不对，那边好了吗？怎么好了吗？什么意思啊？那边好了吗？就是啊，对，好，那个中介 boss 啊，弄掉了吗？弄掉了，弄好很久了。啊，我的记忆力还停留在他还没被他弄好。超久。回战爆红吗？他不是也就是动画第一话做得很强，然后就有人推这样吗？嗯，他我看了一下，大概到现在第几集啊？我是看动画风的啦，到第五集、第六集画面都还没有，就是那种有崩坏的迹象，完全没有。哪一部啊？啊嘎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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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像提到很多次呢。咒术哦，小雨可以了。回战吧、嗯，我其实一直不太确定他名字是不是这样，因为没在记忆。请勿贴皮进副本，爽哎、欸！哦，糟糕，我好想睡觉。对啊，对，睡啊！我卡住，踢困难，你要搞什么？这里。所以你刚刚是打瞌睡，不小心睡着了，是不是？被抓到。真的假的？你刚刚闭起来了、哦？没有吧？你刚刚还在吸汤喝面的，吸面喝汤了，讲什么？吸汤喝面，吸汤喝面。我刚刚突然神游了一下，吸汤酱油。刚刚突然有种哦，天啊，我在哪？我是谁？这是哪？哎，你回来了？你才穿越了啊！我穿越两秒，两秒钟。哎呦，然后我看到一个水果摊，我就回来了。水果摊，那、啊、水果摊的大叔有没有跟你打招呼？没有啊，他看我现在看神经病。哎、哦欸，要怎么让鹦鹉下来啊？你跳，跳一下。你说从传送点吗？我可以让印尼下来，我想说哈、啊，印尼？为什么是印尼？他说鹦鹉啊，鹦鹉下来，我可以让印尼下来。英鼎还是印尼？那你要不要叫他给点讯号？好冷啊、喔！要好冷、喔，好可怕！你要先打吗？我还在挑你，你挑好就可以先上啊！我还没挑，我还没挑。打，我要挑，我也要挑。对，小雨啊，你的稿子在手上，过来拿。哦，好，等一下，我摔一下。要丢掉了，要丢掉了，要丢掉了。我来了。哎、欸，惊！就呀，很贵耶，真的蛮贵的。我自己也有打造过，是哈基，你有打过16倍血的、哦？还有啊，他的装备可以啊，装备够。打看看呢、啊，我打个12倍就好。没有16倍真的打得过、啊，你相信我？可以，真的可以。我那时候就叫他装备打16倍的。哇，啊，攻击也是调很高很高的，没有攻击，但没攻击啊。我本来想要去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地下，就是之前打怪场那一打怪，就看到一堆火把哦。那里在整修中。那里在整修中。原来是我跟不上了，上潮流。感谢克洛伊超级。先出发喽，拜拜。我想说装备他们跟他们直接就好了。好像是时间。啊？时间？时间什么？会给你答案吗？你有用吗？我没有拿。先给他。我不贴啊。你拿什么血量几倍？16倍在你那边吗？
为什么没反应啊？拿十二倍，为什么愉悦不出发啊？没反应，点开始了，可是没反应啊。小时候愉悦怎么一直在这边？嗨，你怎么没办法刚开始啊？对啊，点了没反应啊？哎、欸，哎、欸。哎、欸，哦，刚刚有人特地靠台机，是另一个人在点。哦，刚刚跟杰克靠台机。我们刚刚是在都在箱子这里不是吗？嗯，我的12倍而已，六倍在我身上，干嘛？好，没关系，你打就好，你打就好。嗯，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副本排队，那我排晚一点、嗯，你们先打。我现在在认真的观摩。你在厕所？你好远啊！超远，超远的、欸！我躺到床上，太夸张了！你多累？太废了吧？太想睡了吧？想觉哎，有酒哦！不是不能直播睡觉的吗？你们可以哦，你不能睡着哦。我要在我的眼皮上画个眼睛。恶心，你就睡着了。是有一点卡卡的吗？还是有吗？没有，嗯，稍微有卡一下，卡一下。你醒啊！我醒了。你醒了，很快了吧？对啊，我醒了。就劲哎！啊啊啊啊啊！痛痛痛！哦，刺猬，有烟。蜈蚣真的很烦。是吧、欸？如果一开始蜈蚣吃到僵尸，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啊？哦，不会啊，他们一样不会互打、啊嗯。哦，是哦，他们有队伍。啊，没有队伍。他们是个 team。他们都有朋友。好好、哦欸。有队伍吗？可是有队伍还射得到对方吗？好像不会哦。是的。还是没有 friendly fire。哇，不在。哦，原来只要有无限耳麦就不会露馅的吗？该买一个了。露馅？无限耳麦？废话，你耳机那个都在嘴巴旁边，你会是那个音质会没有到那么好啊？没有，就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啦。你哪天真的大便上厕所都听得一清二楚，跟你讲。哎、欸，怎么有扑通扑通的声音？那是 doggy doggy 啦。是啊，doggy doggy 的声音。杰克，哎，咋？你不觉得很干净吗？时间啊，又我了，对啊，现在是你的时间了。我想想，好了，嘿，有啦，我觉得你这周比上周更进步了，所以还可见这个训练很非常有效，所以我们下周再继续吧。下周再吧。哇，哎，我真的会变成轻松话题生存的、欸，我已经是轻松生存的、欸。我跟你讲，以后你训练起来了，我们都不说话了，都跟你说。特别说话啊，都交给你。我而且我跟你讲，现在只是初等训练哦，以后你的训练就是，哎、欸，你知道我在学校这样吗？哦，是哦。哦，是完了，直接据点。极度难的话题训练班，据点式训练班。哎、欸，你们知道有新动画吗？不知道啊，真的啊，真的哦，是哦，就是那个、啊欸、变蜘蛛，哦是哦，啊真的假的？啊，这以前就有了啊，蜘蛛人嘛。啊，射出会射出蜘蛛啊。哦，然后怎么啊？了。今天哦，啊！我要考证照，加油！干嘛呢？干嘛呢？啊，延毕了啦，延毕了啦！延毕了啦，真的哦。哦，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事啊，再接再厉啦！休学啦，休学！你可以选择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或者你是要修，从头修到尾。哦，是哦，是哦，啊，据点是训练班，以后你遇到据点就不害怕了。哎，嗯，突然想到据点，我要装备。昨天，哎，是昨天吗？不知道，昨天下午是开一期。然后就一期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它可以找人家 PK， 你知道吗？就是他主播可以跟主播就是连，就是类似连麦，然后可以聊天这样。
酱油是不是之前有用过？我记得用过一两次吧。对啊，然后反正我就昨天我真的我在下午都在开煮饭台，然后就一边煮饭，然后我就看到有人按那个连麦，我想这是干嘛？然后我就点，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妹子，然后我们两个在尬聊。他说：“哎啊，你在吃晚餐哦？”我说：“哦，对啊，我在煮火锅吃。”这样他说：“啊，你这样很早吃晚餐啊？你都自己煮哦？”我说：“哦，对啊。”对啊，已经煮不结束，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好歹他没有问你说，哎、欸，你在煮晚餐哦？对啊，啊，你近视哦，你戴眼镜哎？对啊，哎、欸，你的衣服是吊带裤吗？他说啊，你吃今天吃牛排吃这么好、哦？我说、啊、没有啊，就我在煮啊。哎、欸，他那个 PK 是谁都可以按吗？应该不是，没有，要秀场才可以按，所以我后面都没有在 PK 过。哦，我是因为我的手机开啊、欸，然后就刚好有那个啊，那个 PK 那个要跟你 PK 的人是谁都可以点吗？还是怎样？好像是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机制、啊、是什么。欸、我不知道，那好像是随机的吧，就是好像是随机配对还是干嘛、哦？反正就只好尴尬，我真的要笑死。我就一直在看着那个小说，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我突然觉得我朋友跟男朋友傻笑好像还比较好一点。然后他们看着视讯傻笑，好像还比较好一点。是啊，就完全不认识人那种，真的是超尴尬。我倒是真的是有认识，就是他们会视讯，然后就看着你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看着你，就没事一直看着你这样子。就算虽然像你说的会互相视讯、嗯，但是他是对方是一直看着对方的脸，就觉得啊、哦、开心。我的天，这个简单讲，看着对方就是种幸福吧？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啦。说好听点，看着对方都是种幸福；说难听点，拍谁没话题，我只能看着你。看着你就好了。可是确实，我觉得如果是住很近的啦，或是同居，真的是比较有话题。那种远距离确实是很难有话题，除非他们玩同一款游戏。可是如果这时候，像假设男方是钻石，女生是铁牌，这好像也没话题。哎、欸，可是我怎么觉得反而是反过来、欸？我觉得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你住一起了，你平常要讲的事情你都看到啊。对啊，你知道你住一起，你基本上你的讯息是共通的。对啊、嗯，你分开住就会有各自不同的世界的事情的感觉啊，就只是变成是像刚刚聊了，就是他愿不愿意去分享他今天遇到的这个事情。我不过也有可能就是真的是没东西分享啊，就是可能他一天就是很无聊，也没有什么特别，就可能像我上班、啊，我今天上班什么没啊，我就看电视机看了八小时，没有没有，是啊、这个还是爱听啊，写周记一样，你就算写流水账，你还是写出来的东西的，只是你愿不愿意把它写出来而已。就是你可能就讲说啊，今天又是一个可能就是上班操劳的一天啊之类这种的。对啊，或者啊，我今天早餐吃的什么哦，这超难吃之类的，你总是会有小事情可以讲。对啊，或者是啊，今天又是要做什么啊，做什么啊之类的啊。他可能觉得没意义吧，就可能讲这些没意义吧。他可能就住一起以后，你可能一起看电视啊，可以聊电视的，看电影可以聊电影的之类的，可能是这样吧。我从来没有。欸、我特想要分享这件事，欸、我真是，反正就是我后来不是跟萱萱，我们现在住就是住一起之后，那这是几乎我们这每天的对话，就是哎、欸、早上起来说，哎、欸、啊你起来了，啊我要去剪影片了，然后剪影片，然后吃饭了，哎、欸、吃饭了，然后吃一吃，然后晚上啊你要干嘛？你要开台哦，好，那我要去开台哦。哎，那不然住一起前嘞？住一起前，你反而会，你每天做的事情，你会想跟人家聊一下你今天做了什么、啊。可是你现在，你每天就是反正你出去就会看到哦啊啊还在忙哦好、啊，那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忙这样。啊，那我突然觉得好像都不是很好啊。没有啊，可是我不会觉得这样的状况是很尴尬或是怎样，就不会说啊怎么都不陪我聊天或什么，就不会啊。习惯了，你知道那个真的是不行。我突然想到小雨之前有在 DC 讲那个，我快笑死。你说我在哪一个？哪一个？你是说什么在直播那个吗？就是在陪，没有在，就是说什么陪你的那个。我在这个空间陪你啊。哦，对。那个我觉得好笑，你可以再讲一次。哦，那个就是在讨论，那次刚好在讨论在说男生跟女生觉得有没有在陪伴另外一半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啊？嗯啊，然后就讲到说，我有一次那时候在房间，然后我在滑手机来干嘛吧，然后轩轩在旁边玩电脑，然后我就在那边说，哎、欸、啊你不会陪我聊天哦？他
他说有啊，我是陪你啊。我说没有啊，你在玩电脑。他说有啊，我在这个空间陪你耶。他说这不一样好不好？这个真的太好笑了，白痴，超好笑。可能平常想生气，突然就觉得太白痴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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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就是男女两方觉得对那个陪的那个定义不太一样，这样。嗯，有趣耶，我觉得超有趣，就超好笑。但 女生的陪就好像是就是我对你一对一。对对对，就是可能我们要面对面一直在讲话、聊天、干嘛那种，基本上有陪伴这样。然后男生就是啊，旁边有一百万个人，只要我跟你都在，就是在陪你。哈哈哈哈哈，超好笑。有趣 ，interesting。Oh no！ 好，换你了，换你了，杰克。换我了吗？可是我来打副本，可不可以帮我想一个？那你说副本多难打啊？对，那分两个打副本的。那我就是打了副本呢，他是十二倍血，然后四倍攻击力。那你想起来感觉怎么样呢？你可以说说看，哪一只僵尸长得比较好看？长得一模一样啊，没错。我觉得有一只特别好看的，你没看到吗？你没看到绿绿的？你看这只绿绿的，那个绿绿有烟哦。天哪，它怎么这么看起来这么香啊？香喷喷！哇，这个骷髅太香了吧，绿烟哎、欸，哇，又重置时哦。原来杰克你喜欢这种骨感的吗？好有骨感的，居然有点病病的好不好？杰克是微病交控。原来，所以你喜欢你在皮肤上招来招去。病娇不错啊，哪里不好、啊？一点点，不要太病。我觉得好可怕，不要太病。一点点是怎样？我觉得病娇不行。病娇一点点，病娇到底是怎样啊？但有预告啊。我对病娇的定义就是，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手上拿着刀，你为什么不接電話？对啊，我也觉得這樣、欸，我觉得这程度就有点过了，拿刀可不行。不行不行，病娇不就这样吗？然后随时会捅下去那样。哦，太可怕了吧！怕到。害怕，不然病娇，病娇怎样？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不爱我，我。这个不是吧？这个也不算病娇，这比较偏占有欲强的那种。对啊，就是对啊，所以到底唯病的定义是什么、啊、我其实不知道。对啊，是这样吗？你手机给我看，全部女生都删了，包括你妈。占有欲而已啦，占有欲吧，只是占有欲啊。等一下，害怕。不然病娇到底是怎样啊？我一直很闹傲娇，我还知道他都解释的、欸、就是一种 feeling 是不是？对，那种 feeling、哦、看来我们永远 get 不到，因为我们不懂，我没有 get 到那个 feeling。 你说傲娇的话我倒是还能理解啦。傲娇是什么？傲娇是什么？杰克啊，傲娇，我听了傲娇，想要傲娇是什么？傲娇就是傲娇，不是像大把我要给你钻石一箱。我不是因为喜欢你才给你的啦，只不过是因为你是我师傅吧，像这样吧，跟你讲，哎、欸，傲娇是这样吧，很会存的。可是我必须说，等我存到可能是十年后的事。十年后。对啊，是比较不懂，我比较不懂病娇，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我觉得可以哭吧，没有，应该说病娇懂，但是唯病娇真的不懂。对，就是轻微的，不要让。这时候拿到说，你给我删除其他女生的电话什么之类的。哎、欸，可是轻微的病娇，这样就不够病的啊。对啊，病娇不就是？好、哦，那我想御姐这样可以吗？这哦，御姐我们就懂啊。所以你觉得御姐就是伪病娇？没有没有，这不一样啊，这不一样啊，这不是以偏概全的东西。我刚看啊，你也可以一个萝莉很病娇啊，对不对？对。我家狗同意呢。你家狗都汪汪汪。对啊，因为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对病娇最担心就是我吸牛奶哦、喔，是吗？你吸牛奶？对啊，我吸牛奶，我吸牛奶，我吸牛奶。这个人的名字还是什么？我吸牛奶有啊，动画未来日记，他是一个未来日记大病娇。嗯。那个没有，他自己就算没有发明，不是啦，他应该不是这样，但是反正就是你就算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跟动画，但是你应该也看过他的梗，就是两、哦、就是捧捧着脸的，两只手在脸庞上，然后紫紫的，然后光，对，那一张就是你搜寻吗？
就跟你讲，鱼茶，我吸牛奶，不是啊，我吸，我吸你，大姨，你的大姨，被你们影响了，你故意的啦，这样啊，我吸牛奶，对啊，真的没看过他哎、欸，连那个梗图我都没看过、欸，真的假的？别 test， 对啊，这张我没看过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他超多那个衍生的那个，那。所以这是原始，原教就是从他来的、欸，原图哦，长这样。那部其实也不错看、啊，嗯，会有点胃痛。你要看，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这样你的胃会痛痛的。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啊！所以杰克可以讲话了。好，那杰克不要动，我要过去那个了，我要过去打副本。嗯、好，所以杰克你该继续喽。我先查一下病教的定义。好，你先查。不知道病娇不是就是太爱他，爱到占想要占有他，然后就算把就是要把他杀掉这样吗？哎呦，我来了。观众讲一个感觉，好像比较 OK， 就是什么希望你的世界都以他为中心这样。哦，嗯、对哦，那我还蛮病娇的。唯病的定义可能就。哎呀，还病娇，那这样我还蛮唯病娇的哎、欸。原来这是唯病的概念。对啊。那、啊、今天要病娇微微，病娇微微，病娇微微是什么？就是真奶微微吗？感觉就是那个什么、啊、很没安全感的女生，不就变微病娇了吗？嗯，看她会不会情绪勒索你。对啊，如果她只是一个很哭哭这样就没有。对。哦，坏哭喽。我只知道傲娇在二次元很夯，可是三次元我真的是很讨厌傲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想干嘛。我不喜欢傲娇，傲娇我觉得我摸不清楚他到底想要干嘛。对啊，在三次元看起来很香啦，在二次元就想打他一巴掌。我是讲反了，等一下，你讲反了啦！我讲反了，你讲反了，我讲反了。等一下，在二次元很香，在三次元就想打他一巴掌。哦、你在讲什么？讲反了，他已经混乱，他已经混乱了，对，乱了，乱了。你去睡觉吧，再撑个15分钟，快，再15分钟。哎、啊欸，我又要去躺床了，拜。脑袋错乱了，需要躺一下。哎呦，好了，完成了。啊！之前我有个朋友就是傲娇，我真的是不知道他想干嘛。我到毕业我都不知道他想干嘛。哦，有啦，那个啦。毕业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刚刚有人讲了一个，我觉得病娇应该算是很合理的解释啊，就是附带占有欲的爱情，而且随着占有欲提升，会伤害爱人身边的异性，甚至是其他可能家人啊之类的。这样，嗯，这个解释我觉得就还蛮对，刚刚好。你好适合去写作文哦、啊，没有他啦，是观众。我都说他好适合，很适合。哎、欸，这样好像蛮多人都是有点病娇的，点点。可是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喜欢对方在一起，一定多少会有占有欲的、啊，占有欲的、啊，有占有欲啊。可是你会不会就进行伤害到伤害别人或是什么？这个又是两码子事哦，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嗯啊！好可怕啊！好可怕啊！啊，只要不要到 K 的刀，应该都还好。那拿电锯有比较好吗？哦，有啊，武士刀、开山刀、棒球棍啊 ！Combo， 这是 Combo。啊，如果真的要病娇跟傲娇选，占有欲跟傲娇选，其实我觉得反而。你们选哪个？你反而，然后你问我选哪个？病跟傲吗？反而你们选哪个？病跟傲。傲娇、啊欸、是没有程度，程度都是严重，都是微吗？还是严重？是严重的，都是轻微。如果是都微的话，弱智。轻微弱智吗？轻微，我选病啊。对，我跟你讲，如果两个都很重的话，我选傲啊！我不想傲，我是傲娇啊。重的话我也是选傲。那轻微呢？但病娇啊，不能伤害到人啊。轻微其实硬要说微，轻微的话我都觉得还好。对啊，你是要挖掉这边是不是？对啊，全部都要变这个。好啊。啊！卡住了，要死那么多。还有什么话题？想一下。你想啊，你怎么问我们？
有他在想了。哎、欸，你等一下转账给我，我帮你开这么久。啊，嗯，嘿，转账哦，转账，我打给那个账户。啊，可以折成现，可以折钻石，钻石。哦，对，对，最近 FB，欸，你们知道一个叫什么 MeWe 吗？还是什么的？啊，哦，我看到，哎，我好像，好好。好的，因为很多人怎么，是就是我从 FB 看到的，它是一个社群软体，然后，哦，最近，比如说，哎，可是我看到有人在发说什么，它会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它都会自动就有点偷开你的那个手机的那个，哇，定位照相机这样，前后镜头会偷开，哦天哪，嗯，太可怕了，为什么别人在推，我不是很懂。他可能，而且他是付费平台耶，他可能想要看你前后镜头吧。他想要没有那个有人在推，你要看那个人到底是就是真的你的。我今天有看到广告，就是 FB 上的广告这样。反正他就说什么啊，他的那个很像最一开始的 FB 啊，就是画面很整洁啊，也都没有什么广告啊，然后什么。可是我看他是。首月免费，然后每个月后面要付费的，哦，太麻烦了吧？那我就不会去选择它，我也不会。对啊，要是我就只为了看那一个人，我每个月要花一堆钱笑哎。哎、欸，我以为你用这个哎，唐唐，哪一个？哦，这个还没啦。哦，你还会用哦？中间会用，对，我只是先把外墙变这样。最近到时候也是出一个什么 Paler， 你们知道这东西吗 ？Paler 我不知道 ，Paler。好像是也是因为就是跟大选有关的，啊，美国大选有关的，然后就是说因为不满 FB 那边就是都会有时候会吃一些就是偏颇的那个言论，所以他们就是研发出了一个叫 Paler 的这个平台，跟也是跟 FB 都不吃文这样子哦。对，但是好像有人去用之后发现里面全部都是那种也是都是偏颇的那种，就是又不吃，所以里面全部都是这种更偏激这样，就是更偏一边这样，偏另外一边啊，对。所以我刚刚以为你们在讲的东西，哎，跟查一下，你不对，就是类似的啊，嗯。对，其实如果你要说偏颇言论的话，只要有，就是你不管是哪一个平台，其实都会有啦，多多少少，嗯，但是会不会把另外一边的言论给移掉，封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对，这是另一回事。嗯，我们人很难做到完完全全的公正，公平，对。嗯，Nest，我问你们啊，嗨，卫生纸是白色的吗？嗯，那使用过后的卫生纸是什么颜色？我有听过，这我没听过，这个我不知道哎，我想一下，垃圾，好有道理呢，哦，好有，嗯，对，你们现在是不是在剧点他？没有没有，我刚刚那阵子想，哎，对呢，好像很有道理耶，好哦，我好难过，不要哭。坚强，你也可以，你现在也是话题训练班，我们都是没有，他是冷笑话训练班，他是冷笑话，冷笑话耶！哎，欸，你们要训练一下冷笑话，我觉得这个也很有用。我觉得你突然能挤出冷笑话很猛哎，真的啦，是突然想到的啊，对啊，我觉得突然有这种灵感也是很厉害耶，哇！哇！我在神游了，我可能哎，欸，我知道，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会不会其实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的灵魂都跑出去神游，然后我醒的时候才回来。什么？跑去哪里？不知道，因为有时候就是有些梦很真实啊，就是你感觉你好像在别的世界。哦，你们会不会有那种什么预知梦什么之类的那种，嗯？对啊，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可能有。那可能是因为你现在这个机体你登出了，所以你回到了你原本的世界去了。机体登空，你回到另外平行时空，不要再登回来了。哇，那我们在游戏里面玩游戏，我的天，欸，对啊，哇，那我这边第一次有女朋友哎，欸，哇，那你不要回来了。
我不要回来，那边比较幸福。你们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记得我以前有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做梦，然后可能有一天我们突然醒来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之类的，然后我们现在所经历就是一场梦。我就哦，你用力捏你的脸呢、啊？是什么、啊？我们现在都是数据世界啊，我们只是一堆哦老高的影片嘛。对啊，讲到什么痛觉都是有些数据这样让你感觉到痛，让你感觉到痛。哎、嗯，感、欸、那这个数据开发者很牛逼耶、欸。当然了、啊，强哎、欸。然后每个人未来的 AR， 那个几岁几岁就是等级啊。对啊。那选择职业有没有像 RPG 直接这样子？我们是选学生还是选那个什么实况组各种职业啊？嗯。啊、有没有开外挂的？有啊，爱因斯坦啊，有啊，他会过来明金手指啊，就是那个含金汤匙出生的，有没有？哦，你说一开始的素质就比较好了，对，然后摆的比较好。哎、欸，没有，人家是氪金玩家，你们懂什么？哎、欸，我们开场九块，人家开场9999块。对啊，人家先氪了。对啊，先氪为敬。哎、欸，啊你们啊我们怎么就不氪呀？没钱氪啊，搞不好是体验账号。然后很多游戏都说这个游戏免费哦，免你大头的。然后到几等之后你就要开始付费了。对啊，你要继续开放等级的话你就要付费了。嗯、欸，最近我有看到一部电影，就是它是在讲是时间跟金钱的，但是你每个人你说手机上显示时间那个吗？对，手臂上显示时间，就、哦、是好像、哦、我知道，很有意思的。哦，我们只是动画，终点站，知道那个。我是最近是看到也是就是类似影评的那种。所以你那部影评电影没看哦？我没看，我是看影评。我觉得你可以去看那部，看还不错，那部还不错。就觉得内容是好像还不错，很不错。你看了以后，你会突然觉得现在也很幸福。我就是说每个时间你都要把握住，对。所以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以后我们要多做点事，我上厕所要顺便刷马桶。啊！你边尿边刷，你很猛哎！你要怎么边刷？救命啊！你可以示范吗？希特酱油。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个人发废文，我觉得好笑，他就说我们不能浪费生命，所以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我都边大便。一只手玩手机，然后嘴里在吃东西，然后右手在刷地板，太忙太累了吧，太累了。我想象一下，我觉得好好笑哦！天哪，那个画面，救命，有够忙。好，10分钟，给我加油！快再想一个话题，加油！是你啊，杰克，是你呀、啊？阿纪打废了没呀、啊？还没啊，今天我就没打了。哦，今天没打。哦，好，你可以打钻石给我们，一人分个两颗啊，我们也很开心。对啊，我在找蜜蜂，找蜂窝，今天只找这么久，只找到一颗、哦，直接中的，直接中了啦！你是不是素描怕不够啊？对啊，中你还要把树砍掉啊？还是不想要砍树？快啦！只不想砍树吗？不然你就种在远一点的地方啊，不要把剩下树砍掉。你今天原木卖钱的话，就会有人砍了啦。真的，你笑每次都这样啊？不是，你为什么现在要蜂窝？你就直接做蜂窝？他想要那个啊，我想要统一啊，不要有蜂巢跟蜂窝不长不一样啊。你就全部弄完之后，再把这两个蜂窝还我就好了。你就全部都是蜂巢，不就统一了？有道理，有道理。突破盲点。对嘛？你为了两个，然后那么痛苦。被说服了，对啊，你为什么一开场不告诉我？你有没有问我？他已经忙了2小时了。你有没有问我？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找蜂巢？还想说你知道当养蜂农是不是？哎、欸，蜂蜜好好吃哦，我好想再吃一次哦。我跟你讲，那个瓦楞纸让我念念不忘。啊，你说那天的啊、哦？蜂巢那个蜂巢，好像瓦楞草吧？那是小雨的家哎、欸，它真的蛮像瓦楞纸的。真的，蜂巢吃起来超像瓦楞纸的。是啦，蜂巢就是辣啊，它就是蜂辣、啊。可是念念不忘，好想再吃哦，好甜哦。哎、欸，很贵耶，你知道你来吃瓦楞纸很贵的瓦楞纸哎。我知道的，所以想想就好，想想就好。你可以自己买一罐
蜂蜜罐。你如果只是想吃蜂蜜，你直接买蜂蜜就好。对啊，你涂在瓦楞纸上都一样啊。买一整罐那个蜂蜜罐，然后去买那个瓦楞纸。对啊，瓦楞，然后涂在上面。对，可以咬完一下，吃了一样。那我要边吃边说，每一口都有小雨的味道。小雨什么味道？你真的要，你可以买那种食用蜡。就是真的有食用啦，然后再买蜂蜜。其实我是看那个网上，他们不是都会吃那种蜂，就是蜂，那是蜂巢还是什么东西啊？蜂巢。对啊，看起来就很好吃啊。是香、啊。我觉得蜂巢。我还真的没，我其实没吃过蜂巢哎，我做只有蜂蜜。那天去你没有吃吗？那个没拿吧？应该没有吧。没拿。那他就跟我们不同桌啊。嗯。他就边缘 啊。他是知道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一个情侣桌啊，那个没有啊，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吃甜点的时候，你们大家都没在拿，好不好？明明就只有我跟谁，我啊，我啊，哦、没有，我跟有、哦，我跟糖糖在外面走，好不好？只有我跟繁星在吃吧，不知道哎，我是那时候，我甜点怪哎、欸，甜点怪兽哎、欸，对啊，对啊，甜点怪兽是我跟他哎、欸，我刚刚走开楼梯说哪里有哪里有，那我们又没有去有。蜂蜜的地方或蜜有蜂蜜的地方，你在想啥的？餐厅里面养蜜蜂哦，那个地方你们又没哪说哪里？我是哪里神游的时候我去了哪里吗？在哪里？不要隐藏。走啊，十二月来啊，再来去吃一次。好啊，好贵哦。我是很怕，真的有点。我是很怕，我只能休两天，我上不去。我就只能开你。如果我不能上去，你们开一个视讯，假装我也在。等一下，你生日那不行吗？哦，我怕两天来不及啊，怕一月不给我休。不是，你就上来，然后那个什么1月1号那个时候他叫你回去上班，你就说。不好意思，我这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很诚恳，你要说不好意思。可是那个车子真的是没有办法订到，你知道吗？就是我也是很想要回去上订不到车位。对啊，这样听起来就是我未来日子会很难过的感觉。不是啊，你在那边也才待3个月，不是吗？是吗？对，我问我朋友他好多人没，他居然跟我说他觉得都差不多，害我不知道怎么回他。对，那就差不多就该回来了啊。对啊。他就帮你放那個欸，他好过你就不好过，你选一个吧。我讲是左上角吗？对，我怕 AI 去变成什么虫子啊？哎、欸，开了，开抽啦！我不要开啦！哎、欸，我在这里。你的 TT 上来。噔噔噔噔噔。1C21，1C21，1C21，1C21。我也在点哎、欸，好好九，我们又是九，谢谢，又是我，好夸张哦，好夸张哦，来自己拿自己拿，今天中中六次啊，对啊，他是不是连中啊？上礼拜也是九哎，然后好爽啊，上礼拜连中哎，没问题吗？自己拿第三次九了，自己拿回去啊，要抢这个九这个数字啦，不行的，这么贵，这是什么？繁星给的吗？还是没有啊？这是你们原本的、啊，拿走啊！好、oh, yeah. ，反正这个礼拜还有三组啊！谢谢大哥，好人一生平安，吃泡面有调味料，上厕所卫生纸。好久没吃泡面了。哎、欸，吃泡面没有调味料很崩溃、欸。哇，现在应该是繁星中最多，繁星中最多次啊，应该是了吧？繁星好扯哦，好厉害啊！我也觉得好扯，我竟然一次都没中。我也是，阿纪跟团团也是啊，好扯哦，好扯哦，擅长抽乐透的男人。没有，我只是养牌，养牌一直在养同样的号码，养出连庄哎、欸，超扯啊，超扯！我在想，刚才在想说会不会又是九啊，就出来了。九、嗯，你下一次想的时候念出来一下好好。好啊，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嘛。下次会不会1、2、3、4、5、6、7、8、9啊？可恶！那我就包那一排，我就包那一排，你就包那一排，至少还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跟人家一起合买了，合买了。阿哈基要说什么？没有，我说下次我就赌10，因为你刚明到10。哎呀！啊哦，好不好？哎呀，好不好会有？就发现是又是1、11、21，有没有？你就没了。50，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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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
喵。今天轻松生存到这边啦、啊，感谢大家。耶！再见喽！耶！希望下次会抽到大奖耶！恭喜哦！好啦，今晚又中啦，好开心！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早点设啊，早点设，等一下画图，因为老天的图有一些要修改跟新增。好啦，感谢各位，晚安，晚安，晚安。主播台不是，大哥晚安喽，打个字，晚安，晚安。